来，你们跟着来干嘛呢？别打探你们不该知道的事儿。这刀疤做什么？本来也就和你们没关系。你认识刀疤呀？你的样子看起来好好吃哦。你走，走开。罢了，你不走也走。走，泥鳅鱼说走。泥鳅鱼怎么上的岸呢？都上岸了还想跑，还不从实招来。你是想被油杀还是清蒸，又或者……啊，知道了，是想被红烧。别，你想知道什么？你问你问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哎呦，刀啊，你自己丢下我断后来着，说出什么来可怪不得我这条鱼了。呸，什么玩意儿，我还真把自己当鱼了。那客栈内出现的茧是什么？是你们弄出来的？刀疤真就只是什么拜月教主的手下？那茧和我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至于那什么拜月，只是暂且栖身。哦，那听说那悬崖边上凌空飞将来一座客栈之前，在那悬崖边徘徊了许久。这他那眼睛总能瞧见点常人瞧不见的玩意儿，这客栈突然落下来和咱可没关系。那他这会儿急匆匆的是干嘛去了？他好像还对着穿山而过的隧道甚是熟悉。嘿，我就是个断后的，我怎么知道？至于这隧道啊，他以前是来过的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喽。那会儿这地方还不是这样，在这儿的是只雪白的鹿。一问三不知。小不点儿，哎，那鱼溜了。让他溜呗，留着也没用，嘴里没句实话，看起来皮糙肉厚也不好吃。再说了，这条鱼是个什么味儿，一一都记下了，跟着味儿走肯定能找到刀疤。咱们去看看这人到底火急火燎干嘛去了。